我想最近的所有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连锁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公布网北九点三做的播出。人讲刀杠风啊吼，啊这那是伫新店迄边哦，真正唔知透个变过啊吼。那婚姻观呢吼，这长的风呢实在是吼，真正互人感觉讲敢那未输在做风台的吼。但是呢，咱讲这个刀杠风到我这个时阵秋入秋都切西生的啦吼，会较冷小块，早温差超差两度啊至三度安尼，按照山顶都唔嘛呢吼，山顶听讲只嘛后十九度后二十度的啦吼。所以咱多穿啦吼，身体够好用啦吼，唔通去有感冒啦吼，身体若健康，逐天吼，咱就过得真快乐安尼。今日呢安排一段好听的梵音圣歌，邀请咱的多穿作为来分享。这首听这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咱呢要讲这个观世音菩萨三十三相哈。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水月观音，讲水月观音，水水月观音，做观水中的月形中，然后就是欲与诸法如水中而无实体，然后就是咧讲的中位无实体，啊，就是咧讲吼心，咱的心，然后心的作用。啊，所以咱就咪先讲到这个印华这个故事，然后咱的水月观音印华的故事。相传呢，在这个杭州城内，河中呢有一个囡啊，无注意呢吼。而且跋落水底啦，吼啊！情急之下呢，无人相救啦，吼啊！就足危险呢。迄个囡仔在咧沉咧浮咧，沉咧浮咧，啊，无人好救的时阵，此刻呢，观世音菩萨呢，在这个水中呢，显现宝相，总要用两只手呢，把这个囡仔吐关关，然后离开水面。最终呢，这个囡仔当然啦，吼，因为得救。但是呢，吼，在这里吼托取小孩，但是看到的就是一尊观音像，观世音菩萨就把这个水从水中起化像，在这个水中呢幻化，这个
性相，爱着用两只手呢，把这个拔落水底的囡仔呢，安尼哦，很平稳的这样给它拖起来，吼、哦。拖起来，拖出了水面的时候，拄好一个啥，拄好一个画家，真够画这枯枝精呢！伊足够画，足够画咱人的画像啦吼，画山、画水、画神哦，啊这个画神、画精啦吼，画性很神经的画像，他就看到了这个孩子被那个水月观音呢吼，就这样拖着在半空中呢吼，啊离开了这个水面，哎、欸、啊看到观音的画像。那就将这个吼、哦、观音伫这水中的这个宝像来甲画落来，把它画下来吼、哦，他从水中这样把它救出来，安尼就甲画落来。吼、哦，后来呢，未少这百姓呢纷纷都来遮求画啦吼、哦，啊，你一百好我啦，你画甲这个观音的这水月观音这呢庄严，我提当阮兜供奉啦吼、哦，啊，今嘛这个画家呢，枯枝精呢，伊是。画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画像，在这个水月当中的倒影、啊、然后呢，把观世音菩萨画得非常庄严。啊，即卖人知影呢，吼，纷纷的来到这个苦主净因道呢求画啦，吼。伊讲你一百给我啦，我提当个挂阮厝内底吼，啊，会当给观世音菩萨，阮日日呢早暗来，吼、哦、来烧香。啊嘛是吼、哦，菩萨呢会来降临这个家中来给咱守护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水月观音的画像呢，哇，就伫这个杭州城呢，一个一个吼，即嘛啦，迄、那个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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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烧这宝，大家都拢要来这个苦主净因道呢，请这个水月观音的这个画像啦，供奉在厝内底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水月观音呢。救这个囡啊，伫水底吼，啊，然后浮出着吼，咱的水月观音的这个像，嘛是咱人讲圆通自在天尊、圆通自在天尊、大自在天尊所画像的33相之一的水月观音，然后水月观音。那么吼，水月观音了后呢？哎，一个延续落来，人讲吼、哦，为什么讲成一片莲叶漂浮水上，又叫做莲叶？吼、哦，南明观音，毛人吼、哦，甲雕啥？甲雕吼、哦，咱的观世音菩萨烫车卡，吼、哦，一手提板，啊，一手提柳枝，那么徛伫对，徛伫这个莲叶顶冠，就铺伫个水面，啊、哦，铺伫个水面，毛人讲叫做啥？一叶观音。像一片莲叶铺上这个吼水顶呢，吼啊，所以讲莲叶观音、南明观音拢总有。为什么也人称呼叫做南明观音？吼、哦，伊就是来祝福众生消灾解难、吉祥平安。啊，这嘛是有故事的。吼、哦，这南明观音呢，吼、哦，伊是吼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化身特别来救人，伫这个潘阳，吼、哦，这潘阳府。好、哦，这个、故事就讲吼、哦，这个潘阳湖一带呢，上造这个水患，这个农田呢，拢淹水，有时会冲毁掉这个房屋。啊，这个房屋呢，吼、哦，我冲毁了了。好、哦，啊，今嘛呢，要讲起来讲，冲毁的房屋一年盛夏之时呢，连降了一个月，这个暴雨呢，雨水暴涨，人讲吼、哦，巨浪滔天啦吼，眼、哦、看就要冲毁了这个湖地，就是连讲这堤岸。啊，这洪水呢直下10000里哦，后果不堪设想呢。所有的百姓千千万万的性命拢下在一发之间呐吼。所以咱观音大师救苦救难，伊就来画像，画成一片莲叶铺上伫这个水顶，轰隆呢吼，慢慢慢慢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徛伫这个叶一叶莲花顶冠，那么这个水呢那是大的吼。哦无到控制的时阵吼，换水头着伤害水尾，有可能得做水灾啊。所以讲，观世音菩萨就是咱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也就是干的观音大士吼。伊呢闻声救苦，伊就乘一片莲叶浮在水上，来稳定的这个水势，可以倒倒啊流，倒倒啊流，那慢慢慢慢慢慢的有灾化作无灾啦，有难化作无难。所以百姓呢目睹观音的真心呐、啊，纷纷的吼、哦、倒地跪拜，感恩的菩萨消退了水灾，救助众生。
所以人呢，伫这个湖中呢吼，这个湖中央呢吼，就是咱鄱阳湖遐，这鄱阳湖的中央遐就去甲起一间吼成莲观音，就是徛一叶搭一叶莲花叶啊，这个观世音菩萨叫做乘坐莲叶消除水患，迄、那个真身法相，后来称叫做一叶观音。从此呢吼，就伫这个鄱阳湖的中央呢起一座观音，观音。徛伫咱这个吼鄱阳湖的中间啦吼，吼咱讲定这个水灾啦吼，较未有，搁再有这个水灾，吼安尼呢，才未讲吼，以后呢吼啊去拄着问题啦吼。所以今日咱讲一叶观音也好啦吼，水月观音也好，拢总是啊咱的圆通自在天尊所化相的三十三相之一啦吼，三十三相之一。今天呢吼，咱就甲咱三十三相讲两相了吼，啊，就是水月观音为着救人啊，啊，所以献出着观音的像，吼啊，为着要救这个水灾，吼，卖哦，这个百姓哦，这个水淹的，吼，卖讲家庭啊，富裕啊，吼啊，土地啊，富裕啊，吼，产粮啊，富裕啊，啊，所以就吼先做一粒莲，啊来，吼稳定了这个水患，啊，这个叫做。一夜观音嘛，叫做南明观音。南明观音呢是三点水，幽冥迄个冥，然后南明观音，也就是吼、哦、啊，在鄱阳湖吼、哦，就是在北山一家起一个观音寺的迄个所在啦吼。那咱今嘛就讲咱的观世音菩萨的故事，就讲到这里啦吼，讲到这。一对曲听完了吼，哎，听一首很不错的音乐，好，
人讲听啦吼，嘛是一种感觉，提升咱的灵，吼、哦、那一种接触宇宙大自然，然后宇宙大自然，那、啊、这个空间呢吼，是咱常咧讲都无所不在，心中禅悟了吼，跑到山上去了，呼吸了分多精，然后感觉了一切宁静，啊，咱就感觉讲嗯。其实人生呢吼，恁一辈仔地就是享受啦吼，静静啊吼，啊看山景嘛是真享受，每天就是爱去开足侪钱的吼，还是讲穿足水的衫，这是很简单的一种享受大自然啦吼。但是陪衬的音乐也是很好，今天礼拜六就大家呢吼，假期快乐。然后呢吼，有共修的弟子，有共修的同道吼，今天晚上哦啊共修了吼。来，心放我静完，静静来欣赏一段曲啦哈。有这一首音乐哈，这曲的音乐来陪衬，温馨一下小时候的故事啊哈。阿弥陀佛，来讲啥？我就要来讲五香啊哈。回想有较早老师来讲给咱听的时阵，这五香呢，一出世的多，就是这个江西这个所在，这个孝子的故事流传呢。哦，东汉的时阵。这个囡仔叫做吴香，小小的年纪呢，但是人就要友好父母了吼。伊孝行就是呢传为家话，在江夏这个所在的流传就是句话，讲天下无双，江夏无同啦。吼、哦，对这个吴香是多么的赞美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吴香教会以前的日子呢，是过了真幸福快乐。但是教会那年呢，老母呢就是破病去世啊。那么吴香呢？哦，幼小的心灵呢，当然是会难过、痛苦啊！哈、哦，可想而知，这个教会囡啊，就失去了老母的心情了哈、哦。但是吴香对了，这个人哀伤的思念母亲，老爸安慰伊嘛无路用，看着老爸眼内真正是心疼，跟那刀在挂同款，无多去改变伊对老母的思念，只有得和时间来慢慢冲淡。黄香对母亲的思念，然后，那母亲去世了后，老爸一直拢无个娶，那爸仔跟相依为命过日子呢，倒也很愉快，然后，因为吴香是一个幼好乖巧的囡仔，一种生活担伫家己的肩胛头，泡水啦、泡茶啦，吼，啊是煮饭啊，拢免老爸操心，这吴香呢做个真好，一点。嘛，袂偷懒，一点点也都不会偷懒。每一天呢，甲热天的时阵吼，天气就足热，就敢那大火球，
哦，啊，目前呢照着这个大地，就算讲太阳落山，也是感觉足热、足湿热安尼。这个时阵拄好当啊做田哦，而且老爸呢吼回来啊，这黄兄呢吼看到因老爸呢，肝老闪地的吼，肝老闪地，就摇着这个盔饰撩来吼撩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安静的徛在大人的边啊。这黄兄呢，看老爸呢坐伫这个吼树卡在休凉。但是厝内底吼无树脚遐尼啊凉，因老爸呢吼热天天气遮尼傲热，啊老爸佫惊热，吼啊辛苦工课做了已经忝啊，暗时佫热困袂去，啊所以因老爸呢无法度好好休困，啊所以说黄兄就想办法啦，啊想啥物办法，伊就讲吼啊一定爱替因老爸吼暗时吼会当安眠。所以就进来跟老爸房间呢吼，原来伊要跟老爸这个吼、哦、这个床呢吼三两，把这个床呢吼三两了，然后呢吼啊再和老爸呢吼困伫吼这个，咱较早的人拢是用冰叠来对不？啊就跟他三两了，然后因老爸呢吼、哦、就安尼暗时呢睡得很香很甜，而且呢这个黄香呢吼也过安怎，也过吼。甲因老爸呢吼啊，注意一下，那老爸咧热的时阵吼，老爸已经困到入眠啊，但是看老爸咧流汗，伊暗时也无困，伊家己都摕着这个盔饰呢，叨叨啊叨叨，甲老爸呢下来下去，就是要让老爸呢会当好困安眠啊。好，明仔载才有精神，才会产呢。单位囡仔都样安尼做啦。好，这黄香呢，从不间断帮父亲扇床啊。好，啊，当热天会过啊，啊，寒天会来啊。啊，天也转寒，吼、哦！啊，即马天气转寒的时阵呢，哇！啊，即马寒啊，变暖，大家拢穿个厚厚厚，但是因兜就足散的，吼、哦，嘛无啥物厚衫通穿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呢，为着要互因老爸保暖，这黄兄呢，吼、哦，要困进前哦，就先安怎、啊，先去恁老爸的眠床顶呢，吼、哦，先把这个被呢，先给温和安怎，温和烧，然后再互因老爸上这个眠床顶啊来困。先钻进被窝啦吼，啊，所以讲用家己身体去温暖冰冷的被窝。咱讲大了会冰啊，寒是咧寒天雪地吼，是安尼落雪落甲安尼吼，安尼跪啊臭狗。啊，所以伊脚手呢吼，一寒吼啊，但是伊一体会着因老爸嘛会寒，啊，老爸佫无啥物厚衫好穿，啊，所以讲到较会当御寒的衫拢互黄香穿，因老爸家己呢吼。无迄个厚衫通穿，但是伊就暗时去替老爸安怎温被啦吼。所以讲这个黄香呢吼，小小的年纪就知这尼啊友好，啊所以就有人勉励讲这个黄香来好好读书啦吼，将来一定有光明的前途。啊，这个老夫呢就把这个黄香的这个粮食温被的情形写了一份诏书，这个、老夫就用地方的官。听讲这教会囡仔吼，第一下甲老爸温习，阿妈也要甲老爸扇吼扇凉吼，啊，就报告这皇帝知影，啊，这皇帝知影了后呢，就真吼、哦、真赞叹了这个黄香的孝行，就奖赏这个黄香呢，吼、哦，好一个吼、哦、一个较安定的这个家庭环境，啊，所以讲这个黄香真勤奋的读书求上进呐吼，尊重对老爸教导，在这个学问上上去。这落了足大的功夫啦吼，啊所以吼、哦、不负众人的愿望呢，长大了后，到了这个朝廷做官，哦啊黄香呢是一个善良人囡仔呢吼，真正有迄个姻缘呐，哦到读书是因为这个老夫，吼、哦，让伊呢有这个诏书去甲京城，这个皇帝呢啊就命令这个官官。爱甲照顾这个囡仔，可以有温饱啦，啊让他读书啦吼。所以朝廷做官的黄香呢，吼、哦，伊嘛是同款，向这个皇帝讲啦吼，伊讲伊会当做的啦吼，尽量就是啥，尽量就是会当陪在这个四大人的身边啦。哦，伊希望讲吼，伊无要留在这个宫中啦。哦，伊只是一个吼，阿人讲囡仔。会当做的都是以后是大人，这是吼伊上大的愿望啦吼。啊，所以讲伊就当官了后，但是又阁向这个啥皇帝呢？西官
要倒转来厝内底呢照顾因老爸。啊，你会讲你这个故事听到这，你会感觉足奇怪吼？安、哦、怎奇怪？你知无吼？你讲咱讲咱古早这个吼孝贤的故事，有时候写的吼、哦、会让人觉得吼、哦、很事物感觉真古怪啦吼。哦因会当做个上司郎安尼对无？做个上司郎，敢袂用当个故乡甲因老爸带去上司府吗？带去上司府，嗯，啊去甲享受，还是讲带去上司府，吼、哦，去遐去甲友好，一般一方面做官，一方面友好。为什么那着爱吼甲皇帝时官退职？吼、哦，讲伊无要做上司啊，伊要当伊个故乡陪因老爸，要友好因老爸到老，吼、哦，百岁年老，诶。这个36号的这个故事收尾啦吼，啊，跟咱今嘛21世纪的想法又阁无同款啦吼。21世纪的想法，吼、哦，咱讲较早的人友好就是亲力亲为嘛吼，啊，伊无恋眷荣华富贵，所以甘愿等故乡，等干老爸，吼、哦，陪老爸，陪到百岁年老。啊，但是较早的人头壳敢无今嘛人遐好吗？吼、哦，敢袂晓讲吼？啊，想一个转一个念头，想一个念头，从老爸接来京城，接来上师傅，吼、哦，啊，去成婚定型，每天孝顺就可以吗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啊，哦，为什么今日吼会去讲这个古早这个故事？咱即马讲人时代进步，跟咱即马人的想法的逻辑观不一样。以前的逻辑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知，因无这种，无这种环境啦。吼、哦，啊嘛无这种吼、哦，啊像咱即卖人安尼，才方便啦吼，才方便。啊，即卖人方便，用钱友好，吼、哦。啊，你都袂当创啥，啊我就请一个来甲你效劳，吼、哦。啊，你都安怎，啊我就叫一个来甲你服务，安、啊、尼我就算友好。我提钱啊，所以有人讲，阮厝阮有甲请外劳呢，吼、哦，阮老爸老母我也请外劳，请一个外劳你甲顾，啊阮都拢啊久久啊才登甲看一届，伊是用钱。关心用钱友好，还是讲我该带老人安养院，总是有一个所在好你住。但是，哎、欸，现在的故事又回来说，为什么他是孝？好，那用钱，咱到这会搞的，咱到有钱，当然啦，你有老爸老母的优渥条件，还有好、哦、请费用吼也优渥条件。当然啦，你感觉我尽着尽的责任吗？我就有尽着尽的责任吗？但是呢，吼、哦，咱无去想着啥。我没有去想到说，哎，这个老爸跟老母的心，你用钱甲友好，还是用心甲友好，还是用做囝儿事实应该有的态度去甲友好？哦，这就是问题所在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咱今卖人讲，哇，阮是大人，阮来照顾足好势咧。我日时甲请一个，暗时我请一个，24点钟轮流的呢。但是平常时啊，规半年冇看过囡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普通时啊，就是用安尼的友好。啊，所以以前呐、啊、吼，哎、欸，迄、那个古早的故事，甲今个故事，安怎甲搭搭做伙，你就会感觉有一点点奇怪。吼、哦，就是因为时代不一样，时代无同款，想法无同款，思维无同款，环境无同款。那你要怎么样去谈孝顺？真心的孝顺，就干呐？啊，咱孔子讲的，好、哦，孔子讲讲的，好、哦，这是一类啦。哦啊，用者以敬，因养他的时候要尊敬，好、哦、啊，那在祭拜的时阵得爱以礼俗，好、哦、有礼貌的，好、哦、去将这个心显现出来，好、哦、这种的心显现出来，这个真好顺天，好、哦、诶，这个孝行到底是安怎做，它叫做真正友好。我们现在21世纪，然后很难去评判什么叫孝顺，什么叫不孝顺，然后。啊、所以今天人简单啦，讲到迄古早来比今嘛现在安尼，那我们现在的日子是过得太伤了吼，日子也过得太好，所以现在的孩子呢，应该也不大会好怎么样叫做孝顺了吼。来，慈天必生公的下晡时2:30，恁有这些时间了吼。啊，有一挂啊，咱的这个明仔载本诶工课啦吼，咱9月1号，啊，就是咱9月29，即天呢做这个福利传道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有一挂师兄师姐
啊，可能就是去吼啊，做了排练啦吼啊，做了排练的工作啊。咱讲吟诗啊吼，吟诗名诗，吼、哦、名诗是一个大大。人讲，咱要有道经书三宝，代表道经书三宝的道长啊吼，嘛是人讲道长，也就是德高望重的道长。我们就是以仪队的方式去迎接了吼，迎接吼、哦，迎接咱的三师。吼、哦，会当登场，吼、哦，咱讲吼、哦，说法度人天嘛，吼、哦，三师说法度人天，过来就是啥，啊，就是甲咱这地主呢，吼、哦，做这个吼、哦，啊，传度修乐的工课，吼、哦，都是很殊胜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今天晚上是共修，然后明天早上是排练，然、哦、后所以底下甲咱报告啦，吼、哦，感恩老师好不免客气，吼、哦，现场5966速速叫这个电话，然、哦、后。好来，人生梦人生啦吼，安尼练到这嘛，感谢咱的道亲啦吼，对咱的节目真甲咱支持甲爱护。那没想来讲了无好的所在，嘛唔忙咱的道亲呢，多多来包涵啦，多多来包涵安尼。现在要来听一曲，好、哦、比较好，咱、哦、讲较有那种半点禅来对吼啊，这首的是。真的是蛮不错听的吼，咱今麦来个安排半点禅来对其中的一首，邀请咱的道亲呢吼，啊做来欣赏啦吼，啊咱老师要服务免客气，慈莲毕生宫的服务电话5916-0945，咱今麦来听一段关公，关公，关。关公的大家都知道、哦、来关公关老爷美人飘赤兔马上青龙偃月刀，昔日桃园三结义，今世扶危八国宝，读春秋智慧高，勇冠三军屡立大功劳，弹刀不会英雄胆，刮骨疗伤还是下棋饮酒，谈笑月战袍，风尽挂印不相乐，千里难敌虎黄嫂，大地惊天起鬼神，有恩必报化龙刀，天不荒埋地不我历来没封号，光辉岁月如诗涛，枪手枪火在堂梁。智慧高，勇冠三军屡立大功劳，弹刀不会英雄胆，刮骨疗伤还下棋饮酒，谈笑月战袍，风尽挂印不相乐，千里难敌虎黄嫂，没封号，光辉岁月。
世俗观公，咱就听到这了吼。公关公，税关公啊，吼，刚字正平直不摇，任重其责心似柱，修者壮盛稳坚固，万有皆空脱俗离，不在衣食专留意，千磨必将顺其人，生死存亡由天断，欲修心灵立刚势，欲立刚气去渠欲，欲无刚力心似文，根本坚固大道修，斩断爱欲除根尘，整顿心神勇猛行，废寝忘餐是非断，诸恶莫作众善行，内外如一不歇功，性日捉复人生本，其经甚真终有信，信若不立方无何，心事俱损大业无，何为信用忠孝廉，俱尽仁义礼邦仪，假中求真一信用，大道始末以信容，应世皆物阳颇无，不灭心性正信存，盖显之行义最亲，乃何世俗都不信，修行如得信己亲，心是圆满行不困，视听言动以信引，品行高洁以信系。这就是说到刚字节，刚字更厉，我们说正平直，就是说到我们人，人如果要入这个刚气，你就要气那个欲，欲如果没有，我们这个刚才会立，心识才会稳，根本才会坚固，大道才会修，我们怎么斩断爱欲之根尘，斩断这个爱欲，除了这个金，金就是说我们人，有灰金，但是有的也有毛金啊，你要滴什么金？当然也是滴什么？滴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的金。这个金如果爬在我们的身躯，那我们就是尘，染尘，我们要去整顿。整顿这个心神，然后呢，用命去改，行。行修顿悟，好整顿心神嘛，啊用命去甲行去甲做，好啊你那如果讲吼，诸恶莫作，众生那奉行，来我就如一啦，啊所以伫这个信字啊，咱讲观地当然啦，伫这个仁义礼智信的五德，好所以咧甲伊讲信就不立荒芜嘛，好就是咧讲着讲，咱人那无信用啦，吼无这个孝廉。啊！你无记住着仁义礼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是要做啥？所以讲，伫咱肉体这个家中求真，只爱求一样啥？求一个信义嘛，吼、哦！而且刚义，就是讲大多数物，伫咱这个更这个是应书应物，但是要看讲咱是用什么，吼、哦？该刚刚字正直的时候是用在哪个地方呢？讲修行如得嘛，信如亲嘛，这个信力是足重要的代志啊！吼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伫这个修，我咱定咧讲灵啦。我咧讲啊，咱人咧灵修这个灵，咱定咧讲灵元神嘛！吼、哦，灵乃人心，吼、哦、自主人呐、啊，无拘无束，自在妙嘛。所以咱人讲心呐有定，吼、哦，咱今日咧对咧追溯先天。好、哦，咱今日一定咧讲相应相精心心灵，金精吉明空国应，干力水通心灵明，静观密察心之灵，连记太时也是灵，空阔吉精顶哀少，多住虚无一气生。啊，所以讲
咱若伫咱这个灵，咱就安尼讲吼，咱讲要安尼去随机应变，随机应变也是随机应处众形，在咱的心内底，心灵一元通无碍嘛。吼、哦，心灵若圆通就无碍，心定有主嘛。吼、哦，啊你这个既然你心都有定，你都有主啊。吼、哦，啊你这个灵呢，吼、哦，一旦伫回光返照自性五内底。你就会去追溯先天嘛，你就会知影讲哦，原来咱的先天，咱今日要相应相应，咱的心心灵要应心，咱定讲观心自在，观心自在，观灵自在，观体自在嘛。哦，咱要静观密察，这个灵，咱要去练具体时嘛是灵，练具体时嘛是灵，所以讲虚中阴阳顺，吼、哦、顺顺人嘛，量动天地如太虚啊。诸缘虚空尘莫染，欲识其白生虚心。好、哦，咱有意思，咱在咧讲诶，人虚中为主，何事虚啊？却除杂念，去执，就自然就会好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讲不立未定心，心累啦，心识虚空侵作为，即是气性添烦恼，性识乱明以道为。就是讲到咱富贵浮云，名利虚啦，世俗如梦。今日来到咱这个世间啦吼，富贵浮云，名利都是虚的，吼、哦，拢唔是真，拢唔是真正吼。在咱的世间，无一样是真的啦。但是咱的虚灵，咱要来当吼去了解，吼、哦、量同天地如太虚。咱这个肉身啊，甲这个灵，先天后天啊，咱拢爱知呀。啊，咱安怎去搭，才有法度呢？吼、哦，天人合一呀、啊！吼、哦，来跟你们咱的群主来对王一家师姐讲，其实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他有写了，讲人生就是人与人，成功不过是人上人，残酷不过是人气人。人生道理你悟了多少？咱人也是足残忍的，不过是人气人而已啊！吼，啊，人生的道理你领悟偌济啊？啊，不过是活在这个世间而已啊！啊，所以讲人是因为会当思考，所以咱唔只好多活在这个世间，活了会较偷棒。吼、哦，啊，讲漫漫数十年的光阴啦，人生的意义，吼、哦，随着咱无同款的想法，所以讲你的人生走到什么款的阶段，你的人生道理要懂得几个，好、哦，继续。好、哦，咱阿妹安那去行咱的人生路，讲人生路上，请跟着自己走啦。初生的时阵是跟着父母走，那是对的；学生的时候就是跟着老师走；社会路是跟着名人走。哈、哦，你家己成为一些成长的模式啊！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咱细汉的时阵对咱爸母行，所以咱来讲咱较早的个性啦、歹脾气、歹毛病啦。如果咱老爸是安尼，也是咱多一个，好、哦，咱去个模仿您。出生的路当然是跟着父母走，是父母教的嘛。但做学生的时阵是老师教的啊，出社会的时阵是对着社会，吼、哦、啊每一种的，而且的战处啊，咱去学习。所以咱讲物以类聚嘛，哈、哦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哎，一定的。所以咱成长拢是一个模啊，咱爱去看，但是咱要去讲学，爱去学好的。咱要学好，哎，先学啥？先学家己也要独立，好，而不是随从啊，好，更不是模仿，好，不是随从，阿妈不是模仿。咱心中要开出属于自己的花，结出与众不同的果，啊，当然要付出代价，哈，爱经历真济啦，哈，啊，但是呢，咱讲欣赏别人也好啦，不管安怎啦，人生就敢那是完美。吼、哦，无同款的人用的就无同款的价值啦，吼、哦。这咱吼、哦、网络都可以看，吼、哦、一碗米，有的人是会当煮出着一碗饭，一碗米变作几啊碗饭啦。但是有的人用一碗米，吼、哦、去个，吼、哦、生理人伊就会去个白做账，吼、哦、一块就换三块转来啊，趁钱嘛。企业家伊就要去安怎，变变这个米就去个发酵，伊个做米酒，哎呀价值就较济啊。啊，人生就敢若一碗米同款。啊，一碗米，你看你是要甲炊做粿，还是要甲煮做饭，还是要甲结做米酒，还是你要甲白做粽，拢会使。人生就像一碗米，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所在嘛，吼。关键就是你要安那去炊，要安那去开发、提升、甲放大。我等下讲，钱要安那去甲一个变三个，但是
人生的过程，哦，那么人生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啊。所以人家讲，哦，你放弃童年的无忧，成长长大嘛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咱人呢，好，哦，在这个世间来对，哦，你放弃掌声，你就唤起心灵的平静。所以讲，哦，咱接受，哦，啊，是讲不无要接受，有时阵呢，并无法度讲，咱马上去选择啦。所以咱倒倒去转，因为梦也是要怎样？所以说梦因为不能圆而美丽，啊，所以人生总是带着残缺的美，哦，缺陷而凄美，啊，每一个人都人生的导师，啊，我们跟剖析跟看一个人的一种境界，善待别人也是一种胸怀，关心别人也是一种品质，哦，一种品质，理会别人也是一种涵养，哦啊，所以我们就说，哦，欺骗我的人增长了我的见识，绊倒我的人强化了我的能力，啊，重伤我的人砥砺了我的人格，啊，藐视我的人觉醒了我的自尊，啊，斥责我的人助长了我的智慧，啊，依弃我的人教导了我的独立，你放弃我，啊，就等于你在教我独立，伤害我就等于你磨练我的心。所以说人生的道路上只可以靠自己，啊，快乐买靠家己，无虾米人爱去跟你分担呐吼。啊，所以讲坚强靠家己，没有谁怜悯你的懦弱，靠自己。啊，就珍惜，啊，珍惜靠自己，别人也会好，哦，很愿意的跟你做朋友了吼。那么主走靠自己，也没有谁会跟你同进退。啊，所以讲一路行过来，靠家己，没有谁能够一直陪伴你呀吼。这是熟悉的代志呀吼。讲活了糊里糊涂，但是人生当然是一种福气。好，活个糊涂的人，伊容易幸福。好，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。嘿，我感觉有道理呢。吼，哎，刚刚呢，我呢，我等半点禅，真的很不错。吼，活得半糊涂容易幸福，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，就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了。吼，一切较真，生活便生烦恼。啊，所以说糊涂的人计较就比较少，简单，虽然生活简单粗糙，但是它是可以的啊。咱说觅得人生，哦，的大智大慧就是什么，就是说啊，只是说，哦，有时候，啊，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没想要说，啊，所以有时候不是不了解，只是无能为力啊。所以我们保持沉默，有些话是我藏在心里，有些痛苦是我无声无息的忘记了，哦啊，所以说人呢来到这世间呢，哦，我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，哦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活得很淡然了，这样，哦啊，所以说我们，哦，以一种中庸的心态面对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，哦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这句话我很赞同，我很赞同这句话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或许，啊，这样会很没志气，啊，但是我们只是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，安安心心，简简单单，啊，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人生需要四种修为，忍一时之气，消百日之灾，啊，能忍不一定是懦弱，啊，看破最大的淡定不是看破红尘，啊，而是看透人生依然能够热爱生活，啊，拿得起，啊，做人要有担当，不推诿逃避，哦，直面惨淡人生，啊，所以说，哦，放下偏执，放下，哦，放下的记忆，放下不甘心，放下欲望，平平淡淡，简简单单，然后，哦，真实的人生，真实的生活，其实这样才叫是什么，但然后遗憾重生才叫生活，岁月好，要建好，那才叫做医养身心，然后，而且生命中最困惑的不是别人懂你，而是你懂自己，然后你要懂你自己才是脚下艰难却是直指明天，然后命运给予你的无论多好多坏皆需认真面对，坦然应对，然后这是很棒的，嗯，配合半点禅，半点禅。当人当我般自在，
半醒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缠半随缘。人生一半在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缠半随缘。人生一半在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半点禅，听了很喜欢，然后半点禅的意境真的是很不错了哈。啊，人孙亚书这呢，持天必圣功的勇气了哈。在佛门观大悲勇三个川中悲十六至五十二号，欢迎来结缘了哈。来跟母娘结缘，来跟菩萨结缘，来跟神庙结缘，跟道祖啊结缘了哈。人讲因缘是为咱家己动念开始的哈。今天有一位咱大这个淡水啊哈，淡水的师姐，我听你的节目听两三年了，不过我的功力太差，两三年的师姐你才来结缘然后，伊讲无啦，唔是啦，唔是师姐的功力太差，啊母娘的放电太少，没有放到电啊，所以说电你电不来。伊讲唔是啊，唔是安尼，哦我足无用诶，哦我今日以来我嘛是爱吼啊，哦搞我工课拢准备好啊。康奎高代代，我在当造。原来他是在做生意，二十千年无休的，呵呵人家是有够厉害呀、啊！啊，所以哈，伊讲我今日来刚来个慈天必胜宫，进了这个慈天必胜宫，伊用坐计程车吼，伊坐火车嘛，坐计程车里面吼，为迄、那个吼恁外口边当边边迄个大门里面开始看了这片的停车场，然后进到里面，他说他的头开始麻了。啊，这个真靠斗顶那家垮啊，磁场又这么棒啊，进到里面齁、哦、啊觉得很欢喜啊齁、哦、啊我没想师姐底下我们真正是在练身，我说对啊，有空常来齁，一共常来是较无可能啊，但是齁、哦、我真正齁、哦、我会讲齁、哦、会使翕相嘛，我说会啊，我大灯来翕者二楼翕者三楼翕者甲环境拢翕者，啊我翕回来吼，我若是想爱看我就甲背来看，想爱看我就甲背来看。伊讲吼，哎、欸、我会报人来，我会报人来，我家己无时间，但是我吼、哦、会甲我带一寡吼，互孙啊做看，让他们来结缘，然后都很不错啊呢。这就是讲吼，到了慈天必胜宫的道场，你就像回家嘛吼，就这样啊，母娘我回来了。好、哦，请问王师姐，昨天是因为在梦中去梦到我了哈？伊、哦、讲我要来看慈天必胜宫的智慈哈，迄、哦那个梅香到底是不是我伫梦境所看到有同款啊？无同款？好、哦，爱、啊、来慈天必胜宫拜拜的时阵，向阳看到我，伊讲遐么倒像遐，怎么会跟梦中是一模一样呢？哈、哦，怎么会这么真实啊？就是看到你，哦、啊，就是你呀、啊。哦、就是你，我讲缘分到了，然、哦、后是母娘呢，吼、哦，要甲你这灵啊，今日线又等哎，吼、哦，因缘到啊，记住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在你似梦的当中，吼、哦，会连我都在你的梦境里面，然、哦、后而且又都没有见过面，从来也没有听过节目，只是讲一去过几点，吼、哦，看了一百雷霆都师，然、啊、后、哦、啊，雷霆都师就是咱慈天必胜宫，吼、哦，的结缘的雷霆都师，就是。啊，咱咧讲道教，哦，道教诶，这个符箓是最好能够镇宅，啊，也可以吼，让我们很好的磁场。伊讲伊去过几点啊，是去买物件，看到迄北雷霆都师，他好喜欢。
旁边就是有慈天必胜宫五个字啊吼，啊，咱迄个老板就提咱的这个农民历吼，伊讲你要吹吼，你要吹吼，啊，你就吹一间。啊，两个礼拜过去了，然后他一直丢毒丢毒无来，等望见望到的时阵，你再来，他看到了。我一定要去看那个师姐在我的梦境当中是不是同一个人啊，所以就来啊，这么叫做因缘际会啊。来慈天必胜宫来很欢迎我们的师亲师兄师姐，我们的道亲啊，有因缘机会常欢迎来到慈天必胜宫来结缘，你这样呢祝大家各享平安，再见，拜拜，今天礼拜六祝大家假期快乐哦。